走进新竹都城隍庙，品尝道地风尘味，听听竹签神的老故事。你看他这个肤色白里透红，非常可爱，所以我称为四大美女。上百尊神明变身为国宝级的收藏艺术品，连菲律宾都争相来邀展。十二金钗，这个是他的唯一作品，他是全世界独一无二。周晚间8点，咱们开讲在地旅行，带着味蕾走读新竹市的人文历史小旅行。